因为我们这个电影必须有爱，爱可以做到很多 不一样的东西。心里很激动，不管是开心的、紧张的、惊悚的，或者是感动的部分，全部都梗在这里出不来，所以这真的是一个会让人很瞠目结舌的片。整个戏的流畅度跟节奏还有音乐性，我都觉得是这近十年来很难得一见的一个电影。最大的特点它就是很幽默，我听到观众都在笑，从头到尾大概快两个小时笑声不断。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，就是哎，好幽默，故事很流畅的被交代之外，画面超美的。你以为这边你可以松懈了，那突然来一个什么会震撼到你？他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铺陈，然后最后透露出来，哦，原来，你们自己来看吧，哈哈。8月12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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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电影院看《楼下的访客》。